です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祝愿，以后这里会有一栋楼上出现一个你熟悉的名字。什么名字啊 ？LP。李寻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。有我在，你不用再浑身带刺的去对抗世界了。就像这花一样。知道了。我放弃保研了。我还是那句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是你的底气。全都做成了不同的口味，特别厉害。哎，谢谢韩老板。你腿子老板，不过呀，你腿子有你腿子的好处，不用看人眼色，对吧？每天两只脚往那泥里边一踩，心里倍儿踏实。哎，雨好了吗？马上。咱别等他了，先吃吧，先吃吧。喝一个，对对对，先喝一个。祝贺韩老板，生意大吉！真是没想到，韩老板竟然是我们这一帮人里面第一个创业成功的。来。恭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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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物流聊得怎么样了？这几天正做合同呢。李寻，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搭的网站。自从网站上线以后，我们家的鱼就卖得特别好，而且我们村好多养鱼户都想上我们网站呢。恭喜！是是是，多吃点。你什么时候做的网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儿可多了。是吗？来喽来喽，藤椒水煮鱼。哎，你来了，你说一声，这么烫烫的，你怎么说？没事。干嘛啊？是你们的？对呀，哎，你吃什么？我帮你夹。往那个，你夹错了。先拿着。不要。哎呀，那个。关个基地，吃的跟毕业散伙饭一样。说不定真的到毕业那天，还凑不齐这么多人呢。我听说，你放弃保研了。真的打算赌了，一辈子都跟李寻绑在一起了？你这话说的，
你别忘了，我除了是李寻的女朋友，还是咱们班平均绩点第一的人。我选择跟他，并不只是因为爱情。好，说句真心话，他很有实力，但他也很容易意气用事。他这个人有点恃才傲物，跟我们几个配合也就罢了，团队越大越容易出问题，所以你一定得把着他。李寻可以没有任何人，但他不能没有你。我不可能不在。老高，谢了。所以，李老板、朱老板娘，你们打算做什么？我还没有想得很深入，不过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。我要做医疗。很多人对互联网医疗感兴趣，是希望通过把网络和医疗联系在一起，实现未来足不出户在家里看病。但我觉得这个方向错了，他们太想服务患者，但是医疗是一个典型的供方主导市场，这个世界上不会缺病人，缺的是优质医疗资源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的母亲死于癌症，当时她就诊的医院水平很差，医生能利用的资源很少，不同的医生竟然能给出截然不同的诊断结果，最后拖了几个月才勉强确诊，她没撑多久就走了。现在看病难的主要原因，不是因为医生少，而是因为经验丰富的医生少。所以我觉得，如何让医生的经验利用率最大化，才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。现在的医疗机构里，90%以上的数据都堆在后台库里找忙。如果我们能够科学整合这些被浪费的临床数据，然后设计一种方式，反馈给那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医生，帮助他们判断决策。那这些数据我们去哪里弄啊？医院之间可以共享吗？但他们的数据格式应该不一样，如果我们要整合这些资源，是用数字还是其他材质来汇总？不过老高应该擅长这个。你冷静一下，这只是个思路而已。的确，这只是一个起点，而且医疗是偏公益方向，要找到真正的盈利点也比较困难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，光听这个方向就会想让人做下去。我希望把癌症存活率提高1%。李老板口气不小啊。老高，你来吗？条件随你开。我知道你们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也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但我已经决定出国了，正在申请 offer。也挺好。